对于冲远门的人来说，行李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一款功能强悍的行李箱，不仅可以让你更省力，还能让你出门更安心。本期轩轩就为大家盘点三款最不可思议的行李箱。一 ，Escape。在这个手机当道的社会，出门要是手机没电了，那么整个人似乎都失去了灵魂。因此，这款可以给手机充电的 Escape 行李箱就应运而生了。Escape 行李箱的容积为35升，且四个滚轮都与发电机相连，能够在旋转时为8000毫安聚合物锂电池供电。用户可通过两个 USB 端口取电，为手机、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等设备供电。二 ，My Supercase。对于绝大多数出远门的人来说，都希望行李带得足够充分，可是超重的行李箱又让人望而却步。此时这款失重行李箱就派上用场了。 My Supercase 内置了电动失重系统，无论箱子有多重，只要接通电源，你提起它时都宛如鹅毛。另外，无论你行走的快慢，内置的传感器都会让它与你始终保持同步，节奏一致。三，派力肯箱子。有时候面对机场的暴力托运，箱子的设计再先进都比不上扛造重要。如果你箱子里有重要物品的话，建议还是用这款派力肯箱子。它采用的是比铝材还硬4倍的工程塑料制成，不仅防水抗压，而且永不变形。即使里面装的是玻璃瓶，当箱子从高空坠落，不仅箱子毫发无损，就连里面的玻璃瓶都会毫发无伤。用它来装运行李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？好了，